一个圣诞节，所以你回去听候要离开的时候，外口有一个圣诞糕哈，啊，不是一袋啦，我较唔忙，你唔是摕一袋哈，你即马开始伫礼拜的时候开始想想讲，我的厝边隔壁我敢需要送伊圣诞糕，你知哈？啊，总是你嘛莫摕伤济啦，你知？我无摕，后壁人摕袂着，你知？我感觉你要摕一个圣诞糕给人的时候，一定爱想想讲，我厝边隔壁我送伊圣诞糕，迄个感受是啥安尼啦哈？我今天就想讲，咱厝边隔壁拢爱送，因为这个社区内面上差的所在是咱教会，为拜五、拜六、礼拜拢差个吼，唔知变哪差得了啦吼。啊，我是有够道歉的啦吼。所以我就想讲啊，厝边隔壁可能爱送圣诞糕，所以拜托你留几块给我就好哈。你若有一个感动，想讲我的朋友呢，我想要甲伊送伊一个圣诞糕，甲伊分享耶稣的事吼，我真唔忙，你摕来去甲伊分享上帝听的啦吼。啊，迄圣诞糕的意义就是安尼。啊，是，这是足好食的啦，是哪好食？因为我为囡仔食一斤的圣诞糕，食到即嘛吼，因为迄个做的人是我的表兄的囝，伫岛内的海丰仑，你知道我的故乡，我的亲戚做的，所以当然好食啦吼。啊，嘛，唔忙你吼，将这好食的物件，甲咱兄弟姊妹分享。最近读圣经，啊，有一来圣经，拢感受到迄个神的听，甲咱三个同在啦吼。伫马太的第一章吼，啊，你读看嘛，伫马太第一章，第二十三到二十三章，你读看嘛吼，第二十三、二十三吼，二十二到二十三咯，后来，伊伫讲啥呢？伊伫讲，伊的名要称作以马内利吼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的名要称作啥物？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出来意思就讲上帝跟咱三个同在，总是伫马太的二十八章最后一章，永远伫讲啥呢？你若遵守我的教训哈，你们若遵守我的教训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。马太福音书为头前啊，甲结束拢在讲神甲咱三个同在，伊永远疼咱，伊永远怜悯咱。总是你若看耶稣基督家谱，你会发现有一条有几个阶段，就是十四代、十四代、十四代。我拢定甲恁讲，你若未困吼，读马太福音书第一章就困去啊，你吼，读爱未扫到安那，吼，就困去啊，吼，你真足麻烦的吼，啊，阿伯喊的许个代表的子孙耶稣基督家谱啊，阿伯喊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，犹大甲伊的兄弟有无吼？啊，读个只差不多只，就得要目睭就要开啊，有无吼？哎，所以你若未困的人，唔免食爱困药啊，你找我就好，我叫你读这圣经，你怎啊，很快就会睡着了。后来，你即马在读的中间吼。你会发现讲，伊有十四代，啊，十四代，十四代安尼啦吼，啊，十四代，十四代，十四代，十是完全啊，是塑造之物，伊真唔忙，即塑造之物拢变作完全，啊，所以十四，十四，十四安尼啦吼，啊，计十四乘三变作四十二嘛吼，是塑造之物完全，啊，二是啥物？圆满啦吼，圆满，即塑造之物唔是干呐完全，啊，变圆满，兄弟姊妹，上帝爱咱圆满，总是你若去读迄个。圣经的是，你会发现讲前十四代是列祖，啊，过来咧，过来十四代是啥物？列王，啊，过来是平民。啊，你读这的是，你会发现这一条线位头到尾贯穿落来，拢是罪人，而且一个特色，头前列祖的是有一个特色，性淫乱。你知吼？我听来解释这个物件啦，拢是性淫乱。你知吼？这对这个社会来讲是一个伦理道德败坏的一个家谱。总是耶稣的家谱说清楚、讲明白，你知影吼？唔是即卖人说不清楚、讲不明白。我感觉做总统有够可怜，要选总统哦，因兜五代拢安那，啊，叫人话出来，我都唔敢选，我来去做，我咪选市议员哦。可能阮阿公什么人，阮阿祖什么人，所有要选的人比我较清楚，你相信无？对吼？我靠，捌伫教会歪过过吼，伊嘛拢安那，拢有可能会知，有可能无？我无都无个代志，伊嘛甲编造出来，有可能无？有可能啦，你知吼？对不对吼？嘛有可能编造我啥物？歹讲咯，你知影吼？总是我知影伫迄个十四代、甲十四代、佮十四代中间，伫最一中间，耶稣基督来临，伊要甲人三个同在，伊要放杀世间人，伊要用伊个疼伫咱个生命中来发生。我读新人伊个时吼，我感觉迄个疼吼，真浓厚伫我个生命中伫发生啊吼。有一个半暝，有一个兄弟叫做庄中啊，来我个房间个，哎，很平。咱来祈祷好无？我想到半暝要来祈祷，我都足喙焦吼啊，
院长的宿舍的头前有一张椰子，啊，我逐天行过，拢足想要啉椰子安尼啦。我讲安尼，咱就祈祷。伊讲，咱来祈祷，求上帝甲咱三个同在，咱爬过墙啊吼，入去院长的宿舍遐吼，去挽的时候，院长看袂着安尼啊。讲，嗯，我乃着祈祷。伊讲吼，安尼耶稣会保护啦，你知吼？啊无吼，祈祷看会天使，啊怎啊将迄个椰子甲刮咱连外袂安尼啦？讲一晚祈祷，啊本来着着我婆婆安尼，啊我着真正甲伊祈祷啦吼。啊祈祷时，啊我啊甲几个朋友甲祈祷，啊祈祷上帝叫伊甲庄中三个同在，伊要去偷挽椰子，啊去上帝保护伊平安去，别平安倒转来啦吼。啊爬墙也袂受伤，你知吼？哎墙啊有迄、那个。渐渐会吐到的所在啦，因为阮的门拢十一点就关，啊，伊这边宿舍多伫女性的宿舍的边啊，所以呢，一定爱爬墙啊，安尼吼，啊，伊真正阮在外口等，啊，伊入去爬，伊怎啊爬墙啊过啦吼，啊，爬墙啊过，足紧就转来啦，啊，阮系足紧，伊讲吼，我都爬啦吼，啊，爬到这边要挂的时啊吼，无拍算，院长拄啊徛伫他门口啦，拄啊看到我啦，伊啊拄啊他门拍开门讲，庄中你要创啥，安尼啦，啊，伊甲问我创啥时，我甲讲吼。很平哦，发烧啦！讲我发烧，讲我发烧啦吼！讲伊要挽椰子给我吃安尼啦吼！啊，院长怎啊讲安尼唔免啦？伊有一支迄刀哦，较长的吼，位头顶挂着有啊啦吼！伊挂了伊都会较顺安尼啦吼！啊，足紧就转来安尼啦吼！你说隔顿会再去啊？早到啊，都院长就讲很平，早没发烧，咱大概三个位几多？哦，我哦，这是要甲念落啦吼。迄只甲我无关的，我是无缘无故叫伊来祈祷，搁去过门，你知吼？就是同犯就对了吼。我听好，迄院长了吼，过来礼拜三过来，我头先甲望看卖，你敢有发烧？嗯，啊就无咧。吼，啊庄中就边仔讲，伊昨暝食牙齿怎好伊啦？院长咱唔知影，今仔日变啥？你知影吼？我感觉伫个心内是啥？就是疼。伊知只囡仔吼，伫偷挽椰子，伊来倒挽互咱，伊倒挽你知吼？啊，听我，你若想想讲，今仔日男人去恁兜偷摕，你的想法是啥？挡袂牢啦，挡袂牢。啊，是嘛？迄个听到伫你内面，你用什么款的观念伫看世间？世间人拢有一个如法的观念，对啊，甲唔对？世间人对一寡卑微的人的看法，就是排斥、看轻。今仔日若有一个人甲你讲乱伦，啊，你会看轻伊袂？你会看轻他？你会看轻他？今仔日若有一个人甲你讲记录，你会看轻他袂？看轻他？今仔日新移民来到咱台湾，你会看轻他袂？你会看轻他？总是你发现讲，伫这个家谱的中间有乱伦、有记录、有新移民。贯穿整个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你讲在迄个性淫乱、拜偶像的时代，啊，甲陷落伫无盼望的时代，耶稣基督来临，就是要拯救咱。耶稣要跟咱三个同在 ，Amen。为迄个时阵，直到世界末了。所以我伫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看卖吼，唔忙你读了也未可能啦。听我讲了，你就精神足好个安尼吼。你读看卖来，咱读看卖来。阿伯拉罕的后裔。代表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，阿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，甲伊的兄弟。来，请你看第二章啦吼，第二章吼。伊讲，阿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，甲伊兄弟，伊兄弟拢总几个？十二个对无？有十二个兄弟。啊，现在讲生犹大，那无生约瑟，约瑟伫创世纪的尾仔拢记载约瑟的故事，现在无生约瑟。是因为犹大这个人，伊充满怜悯甲疼痛，伊充满懊恼的心。一个人要成做祭司吼，要成做祭司，要成做君王，要得到稳定，一定是一个有疼心甲怜悯的人。当人要害约瑟的时，犹大疼伊啦，怜悯伊，所以上帝拣选什么人？拣选犹大。伊充满懊恼，所以上帝拣选犹大。犹大本身的名的意思就是懊恼，名的意思就是懊恼。啊，听好，你甲看吼，来生犹大为他玛氏哇哈生什么人？华勒斯加谢拉，啊，那招一个他玛氏出来，我、哦、这故事真趣味啦吼。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先讲一个故事。我去北港吼做囝，
所以我北港嘛是阿公。啊，等我到北港的时呢，我阿公呢，佮娶一个那是伊小弟的查某囝做某，安尼有乱无？有乱无？哎，伊拢去救咧，拢唔敢出来。啊，所以啊，住伫真近的所在，拢定秘伫迄个内底，拢唔敢出来。总是我阿公只有听心去听这个家庭。啊，我囡仔唔知这个家庭的故事是安怎发生的，总是我知道我阿公听迄个家庭。哎，我的阿公佮生一个囡仔，安尼有乱伦无？有小可乱伦，你知吼？然后又生一个囡仔，迄个囡仔因伫疼，迄个囡仔，迄个查某囡仔，到尾读台南女中，读大学。你看吼，来，我感觉这个观念你先甲抓掉的，把爱的观念抓住啊吼。是安怎先跟你写？犹大从他马士生什么？法勒斯，迄个他马士就是犹大的心腹。啊，即马你袂使甲他看外表，你袂使用一个律法的观念讲这乱伦。你别想那些想，你不要这样去想他。你爱想讲到底伊动机甲伊内容是啥物？等你了解动机甲内容了，你会发现讲，这个塔玛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犹大为个太太生三个囝，第一个囝娶塔玛是，啊，因为在耶和华的眼中为恶，啊，所以伊就死啊，伊无生囝就死啊。你古早人大汉后生啦，娶一个某死，迄、那个某爱归有啥物人？归乎二囝，啊二囝若死，爱归乎什么人？啊三囝若死，爱归乎什么人？四囝嘛，这足简单的嘛吼。怎样？哦，足可怕呀！啊，现在安尼做你敢知？总是这个太太吼，无论是归第一个、归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伊所生的囝归什么人？归大囝。现在归大囝呢？伊大囝有双倍土地，伊会当做祭司、做君王。这就是当时犹太人的，犹太人的，犹大的囡仔，大囝死，无生囝。第二囝想讲，这生出来是大囝的囝，所以伊嘛无爱替伊生啊，上帝嘛害伊死，你知吼？啊，第三个嘛嘛嘛死，啊，所以伊无得生啊，你知吼？伊若无生，将来这些土地、这些财产拢会归于别族，所以他嘛是为着犹大这族的。土地财产，伊需要有一个心，爱生出囝呢，啊，要甲什么生？